时间现在正好是6:30，突然惊醒，他说要离开，回过头来才发现他不在，乌云它慢慢把天空笼盖，而我在窗前还是发着呆，雨声渐缓，迫不及待散开。哦哦哦哦，8:30的微醺后，我看着时针一直走，等到清醒之后才发现这是场梦，雨怎都云看我，谁也不说多痛多希望不是梦，对我来说这也是种自由。时间现在正好是6:30。